Hello， 大家好，我是 SM1， 欢迎回到我频道。今天是9月3号，昨天应该是20千出一点了，应该是少过21千。然后好消息了，我们终于有好消息了，那就是9月4号马六甲电器 Fasa 2。Fasa 2，我看一些 boss 还是不可以过来啦，但是我看另外一些 boss 又讲可以过来啦。So since 我9月4号有去这个 Makota Medical Center 打我第二支疫苗啊，那时候我就会用 AMG 啦，就是下个星期四，看一看到底是还有 block 没有 block 啦。如果没有 block 是阿弥陀佛，是没有 block 啦，因为马六甲跟阿鲁嘎加还有加信是很近的啦，这么多10 km 15 km 就嘣就过线了。Then 今天是星期五啦，现在是早上10:09这样啊，我现在在这个本加兰这边，就是我新家附近啦。So 要去我的旧家放一些东西 ，Then 喂我的鱼啦，因为我弟弟那天打了那个 AZ， 全身痛啊，我就自己去喂咯。今天反对我有我的客制心要去做工。然后过后就要去这个哪里啊，在甘当啊，我另外一个客子那边的哪个电脑啊，那个安迪很可怜啊，就是没有人可以帮忙他，连他的电脑又不这么看戏中很多 bacteria， 老人家真的是有点难啊，用这些，因为那些 spam 太多 spam 了，所以不懂是他的 hard disk 开始有问题咧还是什么啦。所以他讲他电脑很慢，开一下等很久很久，说去看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就是今天的，然后过我就要上 iGrow 去上班啦。我应该会用那边快的，就是用那个政府马六甲的 Hospital Besar 那边过啦，因为甘当那边是走那边附近去。我去的时候会用乌中巴西那边去，因为我怕那甘当的那边他的家前面那有 block 啊。所以我没有用那条路，我就用乌中巴西到里面那边穿过去啦。等一下我们看片，现在第一个 stop 是要去这个，先去我的旧家先。所以我们现在看 time lapse 啦。好啦，我们已经在这个转去古泵的这个 junction， 大致上是没有什么崩夹夹了吧，这条路是 OK 的，是弯进去古泵就是要看那个达曼前面啦，现在是 OK 没有问题。 OK， 我现在弯去这个加兰古泵啦，所以这边就要看前面了，但是我看威是没有什么东西啦，所以我们再看片再接下去冲。好的，现在在这个 SPA 这边，这个 SPA 这个十字路口啦，这暂时还是 OK 啦，没有问题。在这个古龙所要去，其实我去我的旧家 AMG 是比较快的，因为那边刚才看 Waze 是写 Adapolis， 所以没办法啦，就要走这边。这边是顺昌，所以我们现在进了 SPA， SPA 应该是暂时看起来也没有什么东西啦。就走到靠近那边我才 stop 啦，到那个 Biomass 那边看这个 Pusat Mega Vaccine 这个行度啊多不多人啊，因为现在可以 walk in 了啦，如果你们想 walk in 打针的，你可以去 call 一下这个行度啊。我懂今天跟明天 Makota Medical Center 有，就是9月1号跟9月2号有 walk in， 就早上半天500个还是200个我忘记了，有人 share 啦，说这个影片如果来得及 upload， 应该是来不及 upload 了。我只懂这几天开始马六甲可以 walk in 啦，条件是你的 my sister 要没有 appointment 啊，有 appointment 不可以啊。然后第二个东西是你要 age over 18啦，你 under 18不可以啊，就是这样子啦，条件就是这样子。希望快快打完啦，马六甲的。所、so, 以这个 traffic light 这边就弯进去了，这个行多什么
看起来外面小摊子是有啦，里面应该是蛮多人一下啦，因为这个是 mega 的，马六甲的 mega， 你看一下，应该看得到啦。我不懂我的 angle 在哪里，加减啦，就是这边玩进去啦，就是马六甲行多。所以我们接着看片。好的，看起来是 OK 啦，这边SPA Highway。所以我的今天的影片就拍到这边先，等下不给拍到这边哦，因为等下我要拍去这甘浪哦。好了好了，所以我拍到这边先，等下我再要去甘浪的时候，我再接着去拍啦，因为我要去马里银行做点东西先。A few moments later。好，我已经装我的放了我的旧家的东西，现在 on the way 先去马林，刚才讲错去甘当不啦，先去马林银行做点东西先啊，其实是去拿钱啦，因为懂啊，要花钱，可能要进一张子 customer 给我的支票，所以我们先 speed up， 看到马林的，我一停在那边，顺便可能打包啦，所以我不用到 IGO 可以直接去上班嘛，所以我们看一下 speed up 的影片啦。好的，我们现在在了马林区啊，要去 Bubbling Bank 啊，所以用后面的路走啦，走这大曼的路。好，我们到了这个马林的 food court 这边，我一放我车这边，连放我拱去打包，连我去 Bubbling Bank， 最新浪的东西就是这样，因为这边有 free parking。现在也不懂那个 parking 是怎样买了，因为已经很久没有什么走在这一带了啦，所以等一下我弄好了再跟你们讲一下啦，再 continue 去甘当 later。 马林的东西搞定了，打包好了，现在就下出去这个甘当这边收一个客子电脑，然后从甘当我就转去 iGrow 啦，现在是12点多，12:04这样，OK 啦，还好啦，时间回到应该上到 iGrow 应该是1点啊，猜这样啦、啊。这边说去甘当要16分钟，用 AMJ。首先 speed up 啦。A few moments later。哦，我又想到我还有一个东西要，我还要再拿到一个 laptop 先，在这个加亚这边啊，要带到那边，我刚才拿那个拿 laptop 啊，现在我转进去啦，反正都是顺路的。OK， 到了这个 Giant 99， so 等下我拿了我转出来再接着去拍啦。我东西已经拿了啦，要修理这个东西今天就比较多了，安排一下，可以的话最好啦，一点一点做好，更没得做。所以现在就直接去甘当啦，我没有开 GPS 了，因为甘当也是很干净啦，没有嘟嘟啦，所以用一样用回这个大炉，我直接传去那个 AMG 再转回出去啦。Later. 好的，我已经拿了那个电脑，拿回去 check， 不懂怎么他的 Google Chrome 一直讲他是在 Russian， 所以拿回去 check， 可能他的 hard disk 也是差不多要 KO 了，所以回去 check 了才跟他讲要做什么啦。这个 Andy 的电脑很久以前，差不多10年前也是给我买的啦。所以现在我们从这个 Crystal Bay 这边就下去 iGrow。Based on 这个waste 是没有什么蹦气气，因为这些地方都是 Melaka 灯啊，他是叫我走这个哪里啊？
他会叫我走哪里？哦，他叫我走这个卢雍这边转过去了。所以我跟住他，讲到卢雍，我们就去走卢雍。所以我们现在 speed up。现在了，不就在第二边，这边在前面啊。等下是用另外一条路去，啊、应该是用穿回去埃古路那边了。看，所以这边出是出那个班代 hospital 那边啊，这边就应该过了啦。说好了，我已经到了这 King's Hotel 这边，应该是还有座吧 ，King。所以前面是板带啦，所以我转去就是转左右手边就是去这个毛衣厂的前面了啦，那条路应该是少家那些才到毛衣厂啦。所以今天的影片应该到此为止啦，不要再加了啦，加了就 boring 了啦。谢谢大家的收看，拜拜。